哦，今麦拢几点啊？我今仔干那啉水拢还袂食饭的呢。饭仔哈，你到底是咧创啥？啊是袂记要我食饭啊？啊真正要甲我气死啊！好啦，来啊来啊！哎呦，啊只看我食饭啦呢，你到底想起？什么听拢无？嘿，那彭彩霞那凶凶对我这款态度，真正有够离谱的呢。好啊啦，莫无欢喜啦。啊，看你哦，坐伫椅顶悬哦，袂顶袂动啦，啊，连一句话嘛讲袂出来，实在是真可怜的。啊，伊哩唔是有关骨髓乎你啊，那一点仔气受着无？我知，是不是你无拍拼做复健对无？安尼哦，你着切掉伊人的意啊啦！阿伯安尼啦，我即马来替你做复健哈。你即马甲你穿好倒，你敢爬起来？彭彩霞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苦啊你啊！你竟然安尼凌迟我！会啥啦？我啊，甲你说，你感觉真趣味对无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哦，甲你说几日啊，你一定会感觉更加好耍。来。辉华，你是要偷腥？唔通唔通啊！我最近真无闲呢。啊，你若真正偷出来了，我是无时间替你处理哦。是讲哦，你精神阁真好呢。啊，好一点哦，甲你撒出去乱乱说。可以来顺公司哦。既然哦，你是喊你也想要出去，啊，无呢啦，以后我拢会把时间设你出去散步啦。啊，是讲，我若设你过马路的时阵，无注意手抓无安，把你摔出去，应该袂安怎啦吼？人即马政府有咧讲呢，行车要礼让行人，啊，即马人拢真守法。应该袂当得你才对啦。彭彩霞一定是知影事，才会对我这款态度。敢讲是我请江中人见证迄份文件，互伊发现啊。算起银行保险箱租期应该要到啊，所以彭彩霞去银行处理过啊。咱做阿仔某三四十担啊，有时阵根本也无需要讲话，只要使一个目眸哦。就知影对方在想啥啦，所以我想要安尼送弟弟，你心内应该有数对无？迄份文件敢若是做一个预备，若是饭菜也无想空想芳，就完全无影响。看伊遮尔啊生气，伊一定是已经开始咧搬钱，还佫伫外口成立家己的公司啊。哼，果然甲我想的同款。我随出代志，伊就袂安分，要造反。生气啊！我无甲你生气，你是有甚物资格教我生气啊？嫁予你进前，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心态，一直到有信心了后，你讲，你还验出来囡仔是你的，你才决定是毋是要教我结婚？等待你检验出来。囡仔是你的了后，你又搁爱我签婚前协议书，顶外的条件，唔呐限制我真侪生活以外，何可惜，只要你提出要离婚，我袂用个拒绝。啊，若无，我唔呐一生五年拢得袂着，我搁会失去囡仔的监护权，参照这种敢若袂信，互你做查某囡仔的条件。我接受啊！
因为迄时阵我已经有新鲜啦，我唔接受是阁会当安怎？一开始我阁算了我家己，咱是新鲜的父母，就算讲无爱情，至少嘛阁有亲情在。啊，不过新鲜往生了后，我对你的感情渐渐无甲无去啊！一直到吴依林出现，才彻底甲我拍清气。事实就是，你对我、对家里排不共的人，一点仔情分都无。我袂用阁欺骗我家己啊！我失去的青春，会一条一条偷倒转来。我已经失去青春啦，哪会当失去我的快乐？所以为即马开始，我要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顶端。你敢知影是安怎有我请看护，要家己照顾的？因为只有安尼，我才能享受你弟弟的快乐。哎呀，你看我啦，刚才会讲讲话哦，我袂记得你爱食饭呢。你放心啦，我无下毒药啊，嘛袂放一挂乱七八糟的药在遐内底。我万一让检验出来，我是爱负刑责的呢。我无遐戆，来啦！你为早起到今摆拢袂食饭㖏，巴肚一定真枵啊，对无？嗯。对啦，这门内底哦，有幼齿。阿唔过，这幼齿都是嫩的，我嘛控真久啊呢。来，搁再一次。啊，真正歹食。阿无安尼啦，后边煮物件予你食，通予你进食哦。我会先放几只虼蚻入去，予伊咧内底嗦。哦，家仔先吃过，再摕来给你吃，安尼刚好。来啦，进来，我吃一嘴啊。哎呦，这内底哪敢有虼蚻壳啊？哎呦！不是条狗买遐惊你的啦，是油餐啦。啊，不过看你真欢迎哦，生意足出名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是安怎啦？听到足惨的呢，卖搁吃啊不？哦。叫你卖搁点啊！你是听无哟？我即马吼，都甲提起。你等我。我已经讲过啊，我叫你卖搁吵，你拢讲袂听，而且搁在遐强强叫。足吵足吵的呢！啊，你拄只加电话，来紧啊！即马换下电话。你是不是受伤？拄只有一只猴熊飞过啊！我想要电猴熊啊！阿公，拄只阿妈是不是被伤害你啊？我哪有可能伤害恁阿公？我只是煮饭要予食呐尔。啥物饭啊？我看卖者。记得。
奶奶都是气呢。这就是你唔捌啦，我是咧替恁阿公哦补充钙质，啊，这种鱼仔卖吼，啊用的鱼仔愈细尾愈好，而且哦，安尼嘛袂有重金属残留。啊，恁若干呐，吼恁阿公食一罐暖暖的物件，安尼营养要哪有够？这根本规碗拢是饲呢，不过阿公不爱食。公。我替你准备吃的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先来去煮。依琳啊，安尼都麻烦你啊。阿健，你阿公无想要吃我煮的，就我替你煮啊。你的金孙哦，即马去替你煮物件。阿唔过，上好是伊三顿都会当传到你家。妈。你哪到到信贤头头甲信太刷来吃？你若是感觉病无够安全，你会当跟我参详。你敢知影我甲汉良去学伟人，还佫我有人掠去考倒，差一点仔命拢要无去啊呢！互掠去考倒，差一点仔连命都无去啊！啊，总比信太红救走较好啊！恁两个是有够假的。连吴一定发现恁的行踪，恁拢唔知。我看哦，恁若是卖报关信太好啊啦，啊无报关来报关去，报到尾啊，连家己的命都管袂掉。实际上讲，一定是我甲汉良泄露行踪的，目的还是信贤呐。伊规工伫咧外口乱乱说，一定是伊叫网友的定掉的啊。大嫂。卖后壁喊他吼，不管是安怎，谢老公够会成装诶，拢是恁命大啦。哎，讲起来我嘛算是恁的救命恩人诶，是好家仔是我，甲阮够刷位，恁才袂互掠包诶。你无心通知阮，就共刷走，害我甲是命袂赴做准备，才互网友在掠去考倒。你阁好意思讲你是阮的救命恩人？啊，无恁即摆是安怎？怕算要把信太刷走，家己保管。啊，未得哦！信贤即摆嘛无代志，都予伊留在家，好好照顾信太。啊，安尼，你嘛嫌麻烦，啊，你是咧无愿意啥？家己留在家，阮哪会知影恁是毋是阁会做出啥物对阮不利的代志？我想下恁是要做啥啦？对我来讲也无好处啊。而且不管你甲新民哦做啥物代志，讲我囝敢有法度甲恁切头哩？无嘛！啊，恁若是真正袂放心吗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欢迎你甲别人带走啦。只要是到，莫去予伟人发现，莫害着大家性命就会。信太就留伫个遮，互信贤照顾。妈，你即摆已经摕五三集团的百几亿，要来投资阮爸的风力基金。你是要靠阮爸来替你趁钱？你上好是莫出卖我。放心啦，我无遐尼啊戆啦。啊是讲即个所在，恁嘛免阁来啊啦。卡边的时候互追踪到遮，啊，阁爱给信太刷位，安尼加足麻烦的。放心啦。无甚物代志，我来遮是要创啥？我对信太哦早都无感情啊，敢讲阁爱我来照顾伊哦？伊无够格啦！阿良，咱来走。信太哦，得留互因照顾，应该靠阮爸趁钱，互因加做一个服务，嘛是应该。看大嫂就知影，查甫人若是变心嘛，对红仔一点仔情分拢袂留，连家照顾一点仔拢无愿意。妈，我唔是讲你。为着伟雄即摆来对待我，我是爱对伊足切心的啦。啊，佫爱照顾伊即个病人，我就感觉足讨厌。啊，不过袂要紧啦，佫有偌久哦，我就会自由啊，我心明。
你在我的面头前愈来愈无是西款啊！即马是爱我靠你后头厝啦，啊，不过以后我绝对袂让你好过。